那个现在这个放弃圣骑士，就是来使用一下这个萨满。萨满我也是有组过非常多副不同类型的卡组，那现在用的这副是一个，没有算重生萨满，就是也不能这样说，想想怎么说，就带了很多赏金，但我没带殡葬管理员。应该是叫火蛇萨比啊，对，因为要靠 buff， 靠火蛇，靠黑铁矮人，就是，然后靠虫卵，应该叫虫卵萨，对，应该叫虫卵萨，因为主要的进攻点是这个耐忧之卵。火蛇在这部分也算是很重要的。Greetings, friend. 我说应该先翻图腾吗？我想一下。Greetings. I wonder. 那我现在先翻图腾，等下二费就可以出这个，用图腾打他。或者再翻一个图腾，然后生费出这个，我就翻图腾了。这个没有嘲讽，因为这种时候我觉得再翻一个图腾感觉比较好。翻火蛇一出就被他武器打，就很快。拔武器了吗？继续决斗。是图腾，就是这个他要愿意斗殴，我也觉得不亏。两个死神，三个图腾，我也没有花什么成本。What now?可以把它换干净，叫一个图腾。
这样的话确保这个一定是成功的。然后等一下，一个是二，一个是三嘛。二的先做，就是三的做。然后这个就是刚刚三点。然后钝角瞬间就被敲干。然后六费可以翻一个图腾叫阿古斯，但这样出太多就怕斗殴了，应该先下床软，防一下他的斗殴。哎，结果他先斗殴，先斗殴就不怕。一般战士斗殴，第一波在两方，第二波两方都在这个角度冲的。这个应该先分图腾，还是先下虫卵？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东西很多嘛，我都不喜欢他 A O E 啊。下阿古斯跟虫卵好了。My shield for Argus, little brother. Do you like to play with fire?真的要被打 A O E 了。Let the pain speak to me。旋风斩吗？真的。我被他抽牌抽爆了。要斩杀？不会吧，斩杀图要再斩啊！太屌了！瞬间成功。这个怎么办？先翻图腾，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哎，着火了，那就可以出火蛇。Sustenance。哎，现在左边好。当然，奥拉基尔可以敲十点，但如果没有什么好的防护就可以赢了。盾牌格挡被格挡了，小伤。猛袭，全都被打爆了，全都被吸干了。这个时候要下奥拉吉尔，而且这个时候可能要藏一下，要留着等到这个抽到那个石化武器的时候再出比较好。蓝魂跟图腾应该要怎么摆位呢 ？I wonder。先摆图腾好了。
很讨厌，就他这样瞬间就把你的血这样吃掉15点。嗯，来一个10号武器也是很有爆发力。要打吗？17点，如果10号武器是12加5，还打不死。哎，来了这个，应该先翻图腾还是先抽一张？杀伤2/2。妖术要不要用？那现在法伤是2点、4点，那翻图腾是什么？这法伤是3点，可以直接把它弄死。361嘛，刚好死。嗯，正式的话，但妖术也不错。Job done. Let the pain speak to me.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刚刚应该用腰子。先找办法克制这个抽牌的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你要抽我让你抽，反正我要赢了嘛。I see you.这个两点撞完，他剩11点。11点的话，这边台面12点，基本应该能赢。但有可能打一个很贵的吧，这时候牌多也救不了，所以就让他抽。What now? 6点，这个要7点。I thank you. The end is close. Sorry that happened. Win! Like a man, sweating insects. Like sweating insects.
all! For Doomhammer, the elements will destroy you. 内战的我有什么牌？有点承诺。糟糕，我觉得内战后手方感觉优势一点，因为他有一个目的。果然，他就一个目的。翻到这一只真是，哎，他这样不撞我，可以直接把他撞死。巨石墨要不要下火蛇？如果下火蛇的话，这个撞死他，这个撞死他。回血的，回血的话，不错，青苔又血都回来了。下一回只有三费能用，先跑一张牌好了，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超载，超载完我下一回六费变四费我就没东西出嘛。我这样我等一下他居然把这只解了，我还可以用火元素喷掉他的狼，选择比较多一点。这样换的话，我是应该敲掉火元素，还敲掉狼，还是敲掉狼？阿古是增加攻击力不够，打死回。
打死这个图腾，再来一个，但再来一个，等一下他法上加，没关系，我不怕用，然后我重软。还有这个时候用用闪电风暴扫场，我也是挺乐意的。嗯，但我若喷他的法伤图腾会不会更好？嗯，不会更好。What to do?这个法上图腾给沉默掉，没关系，反正他顶多四点，他弄不死，搞不死我就行。闪电剑也搞不死，他清场之后还是有四级，可以接受。他要闪电风暴就闪电风暴，还要再用一张妖术把我的火元素有妖术掉，这样我也服了他。他可以大力震击完再电嘛。我真的到一点了，这样的话，因为他等一下他还得穿过这个，所以我可以就说他希望老师等一下可以偷东西。但我现在手牌优势，所以我应该选择打稳一点，下个阿古斯。I wonder. My shield for Argus.威胁他一下。The elements will destroy you. 好像我等一下要嗜血术的感觉。
吓一下。I wonder. 看他会不会想要疯狂解干净。垫一下，剩两点血，两点血的话，先翻个图来看看。嘲讽，那这样嘲讽就不行了。因为我其实可以敲开一个蜘蛛，感觉也不错。因为等一下攻击力比较强。果然敲开它就电了。不错，这时候要翻法商图才能够上。哎，这个也可以。这样这个更保险，翻都不用翻。换我被扫场了吗？没有，没扫场。扫完扣了12点的爆发。只要再敲他一波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要电光了。有点奇怪，他在干什么？让他快死了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快死了？应该怎么样弄好？阿古斯把这个换掉好了。My shield for Argus. 剩15。他没有，没有反应，两分钟以后，
happened? 我靠，还来两把。That was a mistake. Into the breach. 骗他一下。Like sweating insects. Like sweating insects. That was a mistake. 看他会怎么样。唉，算了，不要耍白痴，用这个。Well played.上来就二连胜，Thrall versus Gul'dan.Your soul shall be mine for Doomhammer. Oh, God. I almost had to put the sauce on the fire. Oh, how to do sushi? I don't know which kind of sushi.小低费了。I greet you. 下狼门强攻，看等下地狱烈焰就也解不干净了。那我不地狱烈焰，等下每回 A 他五点。不错，很有勇气，像山岭巨人。撞死他！撞死他！撞死他！再来一个防 AOE 的，反正已经打不死了。哦，这个我就很好讨厌哦。What to do? 把这个敲开好了。
想一下。I wonder. 威吓他还是？如果我没有下火蛇，他就知道我应该没火蛇，他应该可以预见。六飞他也可以沉默一个蛋，然后就顺便 A O E， 沉默加暗语，他要压制一下，他不怕被。我要直接灭飞他的巨人。像希瓦纳斯一定可以偷到东西嘛？嗯，但他会这样撞撞 A O E， 哎，刚好啥都偷不到。What to do？ 偷不到什么有用？嫁给阿古斯吗？嗯，不错。可以。My shield for Argon。要被那个灵魂火焰了，果然有这个，真可怕！瞬间才被清空，哇，这个不错，我要下巨人了吗？没有下巨人。只要他手上没容我去，现在应该是时候了。嗯，诶，我有嘲讽，他打得出，但他还是可以打穿我。这个没下了没用。嗯，再翻一个，如果是那个法商图，那就赌运气。但我可以稳稳清掉啊，这个山顶老师有这个黑铁矮人一撞。要赌运气，嗯。I wonder。看我来个希瓦纳斯也是不错的。现在应该，反正他第一他换不掉我这个，然后再来就是。I have no time for games. 看他接下来要干嘛？哦，他要让自己空台了。撞了之后把他晕出来咬到我的，嗯，他现在变回去了，他不怕我等一下有重伤，我怕有重伤，这个给他 will well play， 确实这个是 will play。
电玩用黑铁矮人打。I wonder.Let none survive. Yeah, 防 AOE 好。给巨人加盾拳我都好难处理，太痛苦了。 So many possibilities. 就打得不是很正确，应该有哪个地方打错了。 My fire! Shields up! 他帮你打这里。这个没得抽一张就说了。哎，我的刚不是，这时候下这个他怎么他不好解？我应该下这个死亡之身，下回洞洞可以把它撞掉。我有阿古斯再来下这个好，就不要他来个。应该先撞一手，以防 AOE。这个先撞。但我等一下要有沉默，可以直接赢。不行，他要是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压倒这一只，对，灭夜受不了。先撞一只。这个一撞就结束了，这边用闪盾。没说。希望那个是还是太了。火石终于来了，但现在来也没用啊。要他等一下，还有那个什么暗影焰，就受不了了。这样降。
this little time. 其实不见可以不见他也可以挺不准，那你让火神消灭了，见了吗 ？My shield for Argon. 我们还没有办法。妖术现在才来。我靠！果然这次刚练的不错。应该解他。这嘲讽，嘲讽出身，我是。That was a mistake. Thank you.救了，怎样都没救。诺瓦纳斯太倒下，应该是个败家。嗯，输了就换衣服，换这个上面这个萨尔。天空萨尔是有风怒，还有末日锤的，就爆发力更强一点。Gul'dan! Your soul shall be mine! For Doomhammer! 不知道是什么术士。我又是先手啊，真是劣势，劣势。没事干，没事干，我也没事干。You're dead. 快攻术士，我的天哪，你怎么打呀？嘿，斧头，立马下斧头。Guide me. 这时候还没有哈里逊琼斯，完全不会被咬掉斧头。我不会有酸性软银走，怪真是。咦，现在我想想，我想什么？像抽牌的，还是像那个，抽牌的。对，这个有这个好处，因为我想想，这个叫嚣有点不配加攻击。这个好难抉择，因为我这反正已经可以打一个两点了。I wonder. 但我还是觉得下场还。Mind if I roll knee? 哦，下这有个缺点会被他死影缠绕点死。我靠，还被他这样换了，对，这果然做错了。应该是错了，错了，认错了。这样子。Elements guide me。所以刚刚下错了，刚如果先下这个，这回就可以下一个这个。不过这样，
现在这样也是，等一下可以刚好 buff 双吃嘛。成就发动，发动，他怎么他要用灵魂火？哎，真的用灵魂火，现在灵魂要一倍，要喷掉四面。Put this apple on your head. 太亏了。I feel icky. 又被打爆。我介绍一定是找他，然后还有两个费，翻一个单子。这个如果把他收了，他等下只有一个攻击，他就打不穿。好，等一下嗜血轰爆他。From the void, I come. 这有阴谋吗？手上会不会是他手上？如果是那个叫做什么的末日守卫，他等一下一定直接出嘛？嗯，所以等一下看他怎么出就知道了。哎，我等下这个要死了。这个反正是必然的，这个是必然的。嗯，我可以借回来干到四点。Get in there and fight, maggot! Oh, goody. Job done. Why do you call? 哎呦，哎，这个不错，但是现在七费了，太尴尬了。新番图腾，嗯，这样的话垫不干净，然后嗜血一波好。等一下，对，就算他是这个，等一下下来是守卫嘛，两只换掉那也可以行得通。速慢一点算。哎，嘲讽，嘲讽不错，这样会。他打不过来。刚刚伤害都没有受伤。Why?
Why do you call? From the void, I come. Get in there and fight, maggot! 诶，他没手牌，他没手牌，这个就不足了。两张啊，两张我都可以放心的垫嘛，先翻图腾。其实基本都要垫两次啊，反正垫两次好了，垫两次一定死嘛。对，垫两次一定死。That was a mistake. You win. I think.萨满基本上是猎人跟术士之外算是最受高手欢迎的一个职业，就这次世界杯炉石的时候带萨满，好像有九个嘛，九个都带了萨满，还是更多，还是最高的九个还是11个的样子，好像 有一点印象是有11个人带萨满。对，我这副是有放那个斯塔拉格跟浮尘的，虽然刚刚都没有抽到。就打法师不知道是什么法。诶，我有一个冲锋，这个就如果拿到风母就有机会做一个爆发。那这场要集黑暗大法师吗？哎，我想那么久啊，其实打法赛西有一点点讨厌，因为萨满很多可以爆发把对手一波打死的机会，但法师那个奥秘就是可以挡住，挡住他再红龙一下就哭了。抢出这个，要不要抢出吗？对法师，我想一下，出了也没什么用，留一个手机。What to do?火球巅峰，哎，这个来的是不错，刚好火球还砍不死的，等下四费下去。我靠，奥秘，镜像吗？哎，检验一下，不是镜像。我靠，是镜像，我动太快了。不过还好，这只镜像影响比较小。啊，是应该没有 buff 自己的手，然后他可以火球点击两次哈，对，他火球点击两次，那只就可以那个重生出一个手。
wonder. Tom's beautiful. 这个时候，我想想，应该怎么解比较好？妖术吗？妖术在这个身上。武器一定要留着。闪电剑要解起来太亏了。先翻一个图片。特长。视觉。这时候如果有嗜血术，我应该就会用，直接看这个嗜血。哦，被寒冰阵，干脆等一下，下一手要那个，要烈焰风暴了。嗯，还好一个操控图腾可以挡一下，还有虫卵，可以再放一个虫卵。他应该就不会选择烈焰风暴这些的。What to do？ 这两个一定可以混。疯狂抽着电玩。然后闪电剑，这个撞下去，再撞一个，然后这个碰掉吗？对对。Done。 我已经料想不到，我居然会有一个冲锋四二，我让他在那边八水晶。那我是想说，反正七水晶和八水晶都可以烈焰风暴，结果一样。下一个来嗜血术，哈，有一波打十五点加九，要死二十点伤害。哦，还有一个毛，这抽到嗜血术就直接赢了。如果他没有解东西的话，没有解，没有嘲讽嗜血术，直接快速获胜。What to do? What to do? I have no time for games. 不是，都吃完了，是太鸡了。满满都是死亡之身的。我又没有沉默，又都没有妖术，怎么办？最好让他拖走我的爪。所以我想一下，诶，电一下，好像可以。电完之后，试试对撞。这个要怎么撞死他 ？I wonder。我把斧头，斧头，看一下图层是什么。不管怎样都要电。给他复制了两张三费四四的虫，哇，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
他去那边跑了，他跑很多晚上。挺聪明的。一下到底抽到四四还是一？哇，好险好险！嘿，头自动砍掉。还要来一个生物，还要来一个什么才能赢？然后有一只生物在场上，然后要有风怒就可以赢。原来手牌好劣势哦，只有三张手牌。他不知道多少，他八张，太劣势了。来末日锤也是可以。I see you. 末日，完了，被抢伤了。这个可以换掉，但这个四四六换不掉。伤脑筋，伤脑筋。电。电文用人撞，What to do？ 你电文都没有力气，还可以这个撞他，人撞他，这个直接贴他脸，这好像也可以。看一下，法伤，哎呀，可惜不能用。我也可以连撞他两次，但这样好痛。在烈焰扫场，没他没有扫场。他又出一只虫，真是受不了。嘿嘿，法伤加一，这个在法伤加一，电光。我靠，太爽了！稳稳电光。要不要把它撞到十点？撞到十点，等一下来一把锤，末日锤就直接赢。但是如果……我想剩十几张，但如果不撞到十点的话，留武器还可以做别用。不撞到，I'll show them. I'll show them all. 哦，我不能攻击了，应该有冰箱。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Hey, give me that. 抽一张，看一下。哎，不错，那这个就可以用掉。Elements guide me. 太屌了 ！Well played。Bring out your dead。There's little time。
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要防他复制，结果他竟然刚那个掉下来是复制，太懊恼了。刚应该先撞死他的那只冰那个水元素。现在玩都要死了。等一下，我能不能攻击啊？太惨了，太惨了。火蛇图腾来的有点是时候。可以换掉一只，来一个嘲讽吧。随便陷在哪都一样。末日锤，我靠，他等下会怎么解？他应该会敲掉我的抽牌图腾，然后龙曼可能会换我的殡葬管理员。就看这个他怎么样，他如果没有绵羊术，这个对他会是一个麻烦。那火球投过来，十一直接打脸就死了。用点语音干扰他。Well played. The elements will destroy you. That was a mistake. 天哪，他竟然啥都没做，我操！哦不，那我应该赢了吗？赢了。Stalag kill! Thank you. Oh, goody! Sorry that happened. Elements guide me. 我就是我敲水元素，我就是傻逼了。上再拼一次，好，上真的是强脚。对付塞尔现在两胜了，刚对面二胜一败，这个再打一场，如果又赢就正式就上来就六打六场赢一场，就太强了。又是打法师啊，嗯。You asked for it. 哎，这下不错，有个这个骑手。行，都有了。
我觉得火蛇应该换掉，但我怕换掉等下攻不中。Bring out your dead. No, no. 哎，他没有地狱。这样，等一下，这个他如果用寒冰剑，他就没办法火球点掉了。Mind if I roll me? Goody. 我选择火球点掉。试费嘛，试费它不可能有那个叫什么鬼的，它不可能有就 A O E 嘛，它，哎，我应该要抢伤，我应该下火蛇比较好，下这个当然也可以，这个加一点血，但怕被寒冰剑弄掉，但如果下这个还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多跑一张牌。I wonder. 下这个抢伤，这回合就打四刀。嗯，这等于多打三点。但这个比较怕死，现在还没。I wonder. There is little time. 好的。要等一下，五费，十二加六，十八点伤害。他果然要那个寒冰剑，危机，危机意识，不错，危机意识。Well played。嗯。这回放秘密，没，他没有秘密，他只有。赶快骗他。That was a mistake.好了，不弄。哦，是啊，我靠，七回合都要七七杀了，七回合就杀掉了，上了太强了，行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打了六场上了，那个赢了五场了，基本上，这副以三场全胜，这副三场输一场而已。哦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放了什么。这一副是这个比较快的，就后来三场用的。这有风怒啊，这个士官啊，然后末日锤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武器啊，然后
冲锋啊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继父是那个比较保守一点的，就有什么火元素啊，然后憎恨者希瓦纳斯啊，然后蓝龙两张还有好牌啊，黑铁可能比较特殊一点，然后当然就是这个一定要放这个重生嘛，就萨满的那个，还有重轮。其实大龙侠那火蛇这个还放多一点，对，然后还有狼魂这种有一点防御性的。像我这是比较快的牌，我基本上我这没有放狼魂嘛，因为放狼魂你要吃超载，那就攻击力又不够，它是二三嘛，对。然后，我想想还有什么，我火蛇就有放一张，然后我有放嗜血术，对。我行了，就这样吧。